翻箱倒柜哈，今天呢给大家做一期分享视频，然后呢看好呢是整理东西，给大家看一下之前收的一些好玩的东西哈。然后呢这些呢都是一些苏联时期的，就是苏联时期的一些纪念币。你比如说有这个某宁的哈。然后还有，这都是 CCC 的啊这类的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这个是莫斯科大学的，这是当时奥运会，莫纳奥运会的那个奥运会，当时在苏联举办的。这都是平常自己收藏的，这还有一些外币哈。这个应该是，这有墨西哥的，还有西班牙的，还有一些俄罗斯的，这都是有一些外币。这个是卢布，很有意思啊，给大家翻一下看一下。这还有这当时的这个航天币，这是当时那个航天币。这还有这个梅花的这个五角的。也不知道这东西现在值钱不值钱，反正都是收的。这还有新的这种的哈，这是牡丹1元的，这是梅花的。也不太清楚这东西现在值钱不值钱。其实这收藏嘛，就是放它嘛，就是把它给放起来，归纳放起来，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就给你有一个惊喜哈，可能惊喜也不会很大。我觉得这些东西，但是呢，我觉得挺好玩儿。其实收藏的意义就是这个。